秦医生，我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，莫过于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，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事情。我就是想看看秦医生一脸骄傲的样子。我叫秦云生，是一名心外科医生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造物季。我是苏莹，是一名设计师，这也是我第二次参加造物季。那么想问秦医生，这次来参加完我们的节目，你的心愿实现了吗？实现了，不过跟我想的方式不大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除了看到心仪的房子，还收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。那苏设计呢？我也收获了一个特别的朋友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早一点明白，最大的心愿其实是希望我幸福。秦医生，很高兴再次遇见你，你又重新成为了我的业主，还成为了我的医生。也谢谢你，成为我的朋友。那我们再次见面应该会是庆功宴。庆功宴？对啊，我听父亲说好像是后天吧。哦，真的很想去呢，但是后天我要跟心脏科室的朋友们聚会，而且科室的排班早就定了，应该调不了。那你以后应该会很忙吧？这段时间因为房子的事儿，和同事请了不少的假，所以这次得还回来。明白。走啊，去拍沙星合影。走吧。好。来，快拍照！来，看镜头啊！3、2、1，耶！耶！